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太由战队对战 Dustbin， 主角是天路双子星中国枪神雪峰，地图是 Dust 二，此时阵型是四一 B。第一时间来到小远查看进度，突然摩托身亡，疯狂点射中门，对方封烟力集中出四，同时卡尔双杀。下蹲提前预瞄，以防对方前压。此刻卡尔也阵亡，准备向小刀进攻，直接下中门查看井架，甩枪爆头。还有人继续穿射，同时注意 B 区的回防，闪现晃枪再杀一人，掉头再穿井架，瞬间吃半雷，没子弹先换弹匣，最终被铁饼击毙。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次，对方的道具铺天盖地，准备进攻一大，立即跳到一坑，等待队友前来集合，不断穿射墙壁逼退对方的站位。突然老帅哥身亡，扔出配合闪掩护队友上一波，此刻铁饼击毙一人，立即封烟，同时爆闪爆雷，此时要小心门的偷袭。来到一门近点， CS 安装油工转防，突然摩托与铁饼双双身亡，迅速补枪，同时来到一坑，迫不单行卡尔也归西，放的是 A 大包不要晃，迅速单点爆头，不到一秒再杀一人，真稳。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两 B 三，快速来到 B 区，进步摸进 B 洞查看，没人要及时爆点给队友，此刻铁饼身亡，还好摩托击杀一人，祸不单行摩托与老帅哥双双阵亡，能否逆天翻盘？闪现点射击毙，同时 C4 已经安装，甩枪一波，可惜没死，受到袭击先换子弹，没有钳子，时间有限，必须主动出击，晃枪爆头，上墙查看井铺，随波有人不断单点狙击位，也有多发击杀，同时被补枪身亡，终究两拳难敌四手。此时阵型仍然是两比三，直奔 B 区，快速扔出物，疯狂穿墙，此刻爆点中路人多，突然铁饼身亡，不断小跳出来查看中路，中路封烟极可能上小道，立即抛头三，迅速来到九坡，上跳箱查看小道情况，不见对方踪影，又到黄金时间扔出小道四，突然老帅哥身亡，大来人闪身多发爆头，非常精准，婚姻还有受到袭击，拉出疯狂泼水双杀，同时摩托与卡尔相继阵亡，跳到斜翔查看城台，先观察小道，同时也要注意 A 大的偷袭，预瞄小道，突然跳起甩枪击杀，又出来查看 A 大情况，突然受到袭击，迅速锁定一波，闪现立蹲晃枪爆头，下期见。